日前，阿拉蕾崔亚涵现身第71届戛纳电影节。阿拉蕾应该是今年走戛纳红毯最小的吧，身穿迪奥白色连衣裙，与海边漫步，宛如童话公主般可爱灵动。阿拉蕾小小的年纪特别有自信，镜头前丝毫不紧张，特别是那双大大的眼睛又萌又可爱。阿拉蕾因为作为素人萌娃参加湖南卫视的一档亲子互动真人秀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而备受大家喜欢。小小年纪的她在节目中与新爸爸董力的组合非常有爱。阿拉蕾虽然还小，但是聪明可爱，善良懂事，节目中不断爆出金句，关注度丝毫不比星二代低。成名后的阿拉蕾到处参加节目拍广告，为了造型需要还经常上妆，对于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可能会很不适应。无辜的小脸上也有点不开心的样子了。虽然阿拉蕾年纪很小，但是却非常懂事，内心阳光，很善良，而且聪明伶俐，金句不断。